又嚟到啦，分行全接觸嘅環節啦。咁啊，呢一節嘅環節啦，將會接通大維分行啦。咁同大維嘅同事傾下偈先啦。咁而家旁邊有阿 Sam 喺度 ，Hello 你好，係你好，係阿 Sam 啊。咁啊，郭 Sir 咧就經已喺旁邊噶啦。咁啊，就同我哋解答啦，家庭觀眾嘅疑難噶。同郭 Sir 打個招呼先好嗎，阿 Sam？ 你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係你好。係啊，恆指而家咧跌緊73點啊，做緊24,395點。阿 Sam 想問翻你啦，大維方面嘅分行咧，現場客户嘅投資氣氛點樣啊？雖然個市就回翻少少，但係啲氣氛依然都係比較好嘅啊。係啊，家庭觀眾都想馬上買貨啦，咁不如都問阿郭 Sir 一啲專業嘅意見先啦，好嘛？馬上開始問答環節啦。好，咁就第一位啦，咁啊李太啦，都係郭 Sir 嘅忠實 fans 嚟嘅，因為今日即係喉嚨有少少唔舒服，我代佢問啦。好啊。佢就想問只8100。咁就0.1買嘅，咁就想睇下上望幾多同埋支持係幾多啦。好啊，咁啊1毫子買咗，咁啊見到咧就係現時咧8100啊，咁就係智易控股啦，而家做緊咧就係1.06啊，暫時啊跌緊咧就係接近2%嘅啦。咁啊之前咧就3月19號嘅時候咧就發咗個盈起啊，預料啦全年嚟講就由虧轉盈嘅。咁同時咧都公布就要收購一般嘅保險業務咧，仍然都係咧就係商榷當中啊。先問翻阿郭 Sir 啦，家庭觀眾1毫子有貨，咁啊應該點樣部署好啊？咁啊，暫時嚟講咧，我覺得咧1毫子嘅股票咧，其實咧就好難話咧，去用一個傳統嘅分析噶。你買1毫子嘅5對板嘅，老老實實一年嘅低位7%，咁啊一個禮拜嘅低位7.4%，唔係一個禮拜低位9.5%，咁啊輸贏咧如果真係幾格5對板嘅，輸一個先，你就要走噶啦，因為1毫子嘅股份稍微升多少少咧，就已經係好犀利噶啦。咁啊，初步嚟講咧，就成個月嘅高位1.35毫啦。咁暫時嚟講咧，你問我佢會係上升幾多咧？因為今日嘅技術上嘅走勢咧，有少少咬住條10天線。咁啊，短期嚟講咧，1.18毫應該係一個禮拜嚟嘅高位。如果過得到嘅，進一步向上望咗1.35毫啦。順帶一提啦，1毫子嘅股份從來都好難好難去分析。咁啊，買呢類股份，我相信你亦都係買個走勢，唔係買基本因素。好嘅，賺2-3%，咁你就可以考慮落車啊，或者賺錢走啦。5對板嘅輸1%或者係1-2%，你就要跳車噶啦。咁啊記得嚇，咁啊順帶一提啦。咁啊我自己覺得咧，就豪靚小股票咧，唔係話冇得炒，但係咧上車嘅時間咧，最緊要睇下入市嗰個位係幾多。你譬如咁啊，睇住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嘅低位，唔係爭好遠嘅，即係承擔個風險唔係好大嘅話咧，就冇乜所謂。但如果相對個低位上嚟咧，好似有個波幅係比較大嘅話咧，咁你再買落去可能就摸咗一個高台噶啦，唔使多啦，跌翻一個先，你個心就亂噶啦嚇。所以記得一樣嘢嚇，暫時嚟講咧，第一個防守性嘅低位咧係9.5%，聽清楚係9.5%。5對板嘅話咧，老老實實已經亮咗警號噶啦，願唔願意捱咧，你自己揸主意。咁啊，如果一旦有少少嘅股壓咧，進一步下市嘅低位咧，另一個低位咧就係1個月嘅低位就係7.5%噶啦。其實個風險都唔細噶，1毫子落到7.5%已經講緊係跌咗成25%噶啦，小心啲嚇。好得啦 ，Sam， 你睇下個問題就完成咗啦。咁下一個想問問題嘅係邊位？下一個劉生，咁你兩位等等啊。好啊，咁啊下一位第二位問題冇問題啦，劉生。劉生你好。係你好啊，我想問只1431噶，咁佢業績幾好喎，但係佢今日好似跌咗幾個 percent， 而家呢個位抵唔抵買啊？好啊，見到就是原生態木業啊，1431，今日公布了個業績，咁啊數據上好似做得不錯啊，去年多賺90%咁多啊，去到純利方面就有4.2億元人民幣嘅，但是見到就個股價方面就調翻轉啦，就是要向下做得不係咁好啦，咁啊要跌超過3%，現時嚟講做緊9.2毫子，其實股價啦，其實都整固咗一輪噶啦，咁啊應該點睇？家庭觀眾想買，你建唔建議啊，郭 Sir？其實咧就好難講，因為舊年嘅純利4.1億1900萬大升成90%，即係講緊嘅業績咧係交到功課噶，咁但係咧就股價咧暫時嚟講咧就處於一個升後嘅技術上嘅整固之中，因為相對早前嘅低位啊，我講緊都仲係大概6.07毫子咧，去到近期嘅高位已經升咗成40% 噶啦，急升過後梗係需要整固同埋消化啦。而家呢刻由於股價已經跌穿咗一個禮拜嚟嘅低位。一個月嘅低位係8.08毫子，好唔好暫時等等先咧？況且依一兩日嘅反覆咧，股價咧暫時嚟講係走一條10天線阻緊嘅水平，有啲咁多咧下市嘅形態嘅，咁啊始終啊即係
由低位上嚟升嘅幅度比較大啦，高台一定有一啲消化同埋整固噶啦。咁啊，或者等等先啦，因為望低少少咧，大概8.6毫，應該8.7毫度咧，就係條50天線所在。咁啊，會唔會試穿啊，或者試唔試到咧，我都唔知道。既然佢10天線已經係有少少係跌穿咗嘅，不妨等等先啦，等低啲咁多啦，8.7毫/8毫。如果你要搏嘅，就喺嗰個水平搏啦。不過當然知啦。在那一刻搏了下去，我给你一個指示位，就是8毫子，不對板的你就要考慮指示或者減磅了。好，劉生，麻煩你把電話都交回給我們的同事了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多謝你的提問。是啊，Sam，下一位。第三位就是蘭姐，我就代她問了。好啊，我就想問3311現價可不可以入？好啊，3311中國建築國際啊，今日都公布了個業績噶啦，全年嚟講賺了34.6億啊，咁啊見到就升了26%，派息15仙，但係股價啦就冇乜反應啦，而家呢刻咧就偏軟啊，跌緊2仙，做緊10.7。嘉玲觀眾想買，好唔好買啊，郭 Sir？ 嗱，業績啊交到功課噶，估值亦都唔算高，其實龐大嘅基建啊或者係一啲工程嘅啟動咧，對佢嚟講咧始終都仲係正面噶。咁啊，考慮到啦，股價咧已經接近一年嘅低位10.05毫，但係雖然係咁啫，但係基本因素唔差嘛，估值亦都唔高啊嘛。我覺得咧分住啦，採取一個分住嘅買，千祈唔好諗住話啊接近一年嘅低位，我搏一陣短炒啦。事實上成個月啊，直到而家呢分鐘，佢都係上落喺11.5到10.05毫之間，只不過而家呢一刻嚟講咧係貼近個低位，咁啊又即係嗰個叫做係走勢咧有略為大遠咁解。咁唔緊要啦，買佢嘅基本因素啦，好唔好？咁如果你話咧作一個中線嘅部署，而家呢刻咧就唔使你咁多啦。凡係買股份咧，如果低價買嘅話咧，一定要睇基本因素。基本因素如果係差嘅話咧，幾平都好咧，嗰個直播率都唔係咁高。相反嚟講咧，佢嘅估值唔高，亦都有啲基本因素支持。咁而家呢刻買咧，我唔俾指示你啦，因為咧跌多2毫子，跌穿一年嘅低位，唔通即刻嗱嗱聲指示咩？不如擺低10蚊做個指示啦，好冇？唔跌穿10蚊嘅，咪繼續揸住先咯。咁理論上咧，一定要行翻上去11.25毫樓上，呢條係50天線，過得到11.25毫啦。最低限度咧，可以同我講一個技術上沉底形態咧，可能已經告一段落啊。喺嗰刻再向上望咧，第一個目標咧應該係12蚊左近水平嘅，上面大概有過百銀錢嘅上望嘅波幅，下邊咧就承擔翻7毫子嘅風險，有一定嘅直播率，我覺得問題唔大，可以買少少。如果買啱咗嘅，就加住買。好咁啊 ，Sam 啊，仲有时间差唔多啦，仲有冇下一位嘉玲观众？最后一位咧就系陈生啦，麻烦两位等等。好咁啊，现场系胡陈生，睇下佢有啲咩问啦。喂，陈生你好。系你好。系郭 Sir 喺旁边噶啦，想问咩啊？系我想问一下咧，嗰只6136咧，系而家可唔可以买入啊？我而家想买啊。好啊，6136咁啊，康达环保四一家日即公布翻个业绩啦。咁啊，内地方面咧，继续都系支持翻环保相关嘅行业啊，咪就系想即系做啲环保相关嘅工作噶。咁但系见到呢个股份啦，好似又唔好受惠咁。最近近月嘅走势都系向下居多。嘉玲观众想买，郭 Sir 你建唔建议先？咁啊，污水处理咧，其实嚟讲咧，就有个别一两只股份咧，俾市场系热炒噶。咁相对佢嘅招股价2.8元咧，而家唔系升好多嘅啫。咁啊，介唔介意短期有少少波動咧？因為而家呢刻咧貼近一個月嘅低位3.11元㗎。咁啊，到底能唔能夠企得穩咧？其實咧，老實講啊，幾個先，我好多時咧走短線嗰啲就留意啫，中線部署根本上最緊要買基本因素啊嘛。咁啊，上市之後曾經跌到2.47元，跟住一條氣翻翻上去4.23元，即係由低位上去咧已經超過50% 啦。咁而家呢刻咧。作一個部署咧，問題都唔係咁大。不過到底呢個調整去到邊一度先至能夠斷定咧？暫時嚟講睇唔到。既然係咁嘅，唯有採取一個分住吸納嘅方式。譬如咁啊，而家你當你買10000股嘅，先買5000線。萬一真係落到去或者跌穿一個月嘅低位，或多或少都有啲指示股本出到嚟啊。到時翹埋雙手，等低啲咁多，再補埋嗰5000。我哋買就買佢基本因素。其實喺分行講座提出一點嘅。內地咧，其實嗰個水嘅資源咧係比較缺，尤其是北方，所以咧污水處理咧，我相信咧成個北方都係好需要，而且咧政府亦都有政策嘅扶持噶。我亦都參觀過一啲污水處理嘅項目，一啲好黑、好污糟嘅水啊，直情差唔多係臭噶啦已經。但係咧經過處理之後咧，係可以咧去到一個好似蒸餾水咁樣，當然之就。人唔會飲用啦，但係咧佢係可以養金魚，甚至排翻落去河道噶。咁呢個咧就我覺得咧係
不是一段時期就會係慢慢慢慢走下坡嘅。相反嚟講咧，係只會越嚟越需求嘅啫。我同意你作中線嘅部署，不過要分階段慢慢買啊。好啊 ，Sam 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咁現場客户嘅提問先嚟到呢一度啦，好嗎？好，唔該曬兩位，拜拜。Okay. 好，唔該曬，拜拜。好，郭 Sir 唔該曬你啦，同你做翻申報，提及個股份有冇邊隻持有？係冇嘅。好，我哋先休息一陣，轉頭換嚟另一位國語主播同大家主持誒滬港股市嘅直擊。